新闻一开始要来关心来自嘉义市议会的消息。嘉义市议员洪友仁传出昨下晡到议会签到，却因为过了开期的时间被拒绝，令伊相当的不满。今仔日质询先是批评议会受到公民团体介入的影响，要求议长萧淑丽厘清议事的规则。接着警方市长期率领公民团体伫议会旁听监督的桃城公民行动联盟理事长林瑞霞真认真，议长应该为伊解释。一个特别是，我想建议哦，院长，是毋是哦？目前咱廿四个议员尔，因为咱最近哦，咱就一个非常热心的林老师，林，而且呢，我可能嘛要建议议员啊，是毋是咱有人只提案，本身只提案哦，咱廿四个议员加一个，加超一个多是吧？哦，林老师会当实际来参与着家己市议会。一开嘴即阵，就将炮火对准当期伫咧议会旁听监督的特城公民行动联盟理事长林瑞霞。嘉义市议员洪友仁则传出前一天会报告议会签到，因为已经过开议时间被拒绝。伊认为这拢是因为公民团体想过度干涉议会运作所导致，不满要求议长萧淑丽爱厘清议事规则。这就是咱随风起舞，公民团体感动来，这是应该。咱若做了无好，咱来心生。像我若做了无好，所以一改调一改分调。但是我欢喜做当官生嘛，跟你啥子关系？委员清晰，我来请秘书组跟咱的法制室，大家建议，吼该清晰的清晰，其实拢是为了保障大家。基丁小小的强调，未来会邀集议员来建商达成共识，但是被洪友仁点名的特城公民行动联盟理事长林瑞霞，这是认为过去外界无检验，有一寡议员权力恶办，对着认真质询的民意代表并无公平。在公民团体到现场旁听了后，议会出席率已经大幅提升，公民团体嘛未只用签到率来评断议员，但是出席是上届基本的基步。最新新闻。中国边王小三加二七彩虹报道。